所以陶总，我们现在可以去谈一谈 NeuraMATRIX 咱们这个BCI 硬件的开发平台。那咱们这个环节就可以说一说咱们这个 NeuraMATRIX 平台的前世今生，以及它带给整个生态环境的这个意义。那接着的这个时间就完全交到你这边，然后我有什么问题，我也会再继续深入去访问一下你，好吗？那好，先从你开始那我就开始吧。首先呢，就是我们去做这个 NeuraMATRIX 平台呢，其实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出发点。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愿景，一个出发点，就是因为我们未来觉得要推翻这个，不，去推进这个Web3 的发展。Web3 呢，我们认为一定是跟脑接口去这个深度去结合的，所以我们觉得在未来这种去中心化的脑接口的开发，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在 Web3 的这个世界中，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设施，所以我们觉得应该去提供这样一个平台。另外一个从我们自己的这个点来出发呢，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平台呢？原因也很简单，就是我们在做 Avatar Intelligence 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是遇到了一些困难和挑战的。这个在我们之前的 AMA 中其实也提到过这个问题。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限制我们发展一个很就是进那个去快速的迭代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足够多的一个用户数据。对，我们需要有足够多的用户数据。这其实我们相信，这是未来的，就是想结合脑机接口去开发的开发者，所有人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那么，所以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数据来帮助我们去更新我们的模型，去 training 我们的这个 Avatar Intelligence 的这个 model。对，所以我们想到了，就是 OK，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开发平台？那么在这样有更多的用户来，就开发者来去开发各种各样的用，给各种各样的用户用。那么这个用户的数据也可以放到 Matrix 的平台上来，放来之后呢，就是我们把它的使用权和所有权进行分离，那么大家都可以用这些数据就去做自己更多的想做的事情，就包括我们自己下一步想马上想做的这个，基于这个脑电波的这个 DID 嘛，对，这个是我们开发这个就是我们开放这个平台的最重要的两个原因。那当然有这个大方面的这个有大义呀。就是我们要推动 Web3 的发展，当然也有私利，对吧？我们希望，有更多用户的数据来方便我们去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对，那么整个这个开发的平台核心呢，其实是，我们这个取名的这个活动已经结束了，对吧？我们已经公布对，名字了我嘛？们已经结对的，束，然后也敲定就了。基于我们，对，基于哇这个东西的，这个就是哦MetaTron 啊，MetaTron 就是这个东西。，This is the 对。Metatron. Yes. 它很小了，它很小了。你看，它就是像我大拇指这么大。对，Okay. 这个里面其实就是由我们就是自己的这个脑机接口相方面的这个多通道的这样一个芯片。基于这是我们开发平台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它是里面的这个硬件组成部分。我一会儿会讲这个开发平台分为哪几个部分。那这个里头其实我们的这个芯片的它就是在非侵入式的这个领域里，它的这个我们平衡了。看了各项指标，其实我们的这个东西，它的参数是要比这个 Neuralink 是要好的。Wow, 对，that's 这 good. 里面它So, 包括你说，so often does give us a very exciting progress by showing what exactly Metatron is by holding the chips in his hand, which is just about the thumb, kinds of length. And in terms of performance parameters, yes, that is Metatron. Now you see it. This is the concrete work that we have done and we have delivered. So this is an amazing progress that we have done. So really exciting. This is something very solid, right? It is not something virtual that you can just see through your screen, but actually something that you can hold at your hand. All right. So that is the chips we have come up with. And in terms of performance, the parameters is better than Neuralink
in terms of comparison, and I will let Owen to continue his speech on this NeuraMATRIX platform. All right, Owen, sorry to interrupt you, but I'm just too excited. I want to share this with English so that the magician can feel right away. Thanks, Owen, for that. 我先继续介绍这个，因为这个是我们开发平台里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它里面其实包括几个核心的部件。第一块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数据的采集芯片。它就是它一方面可以，就是核心是将用户脑电波去数据通过这个就是通过这个设备来采集下来。然后你看可以看到后边这金属点呢，这个其实就是电极，它会连接到这个用户的大脑上的一些这个采集点，那么就是通过这些金属点来连接的。这个是直接将用户的这个脑电波数据采集下来的。然后里面还有几个比较核心的模块，第一个就是降噪。对，它降噪的这个芯片主要是用来去过滤这个现实中的一些不必要的噪音的。比如说现在我们比如说我现在我的手机在旁边，对不对？那么手机在旁边的时候呢，其实这个采集脑电波的时候，它也会采集到手机的一些干扰。那么降噪芯片可以把这些乱七八糟的干扰去很大部分的去去除掉一部分。然后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的功能，就是这里面还有一个放大器。大家知道，因为我们脑电波是一个非常微弱的一个电波，对，所以需要放大器把它放大，同时又不会就是损坏掉原来的一些，就是不会损掉坏掉它原来所要表达的意义。对，这是这里面所包含的一些东西。然后里面还有两个就是存储模块，就是一个就是你所有采集到的东西会先在这里头缓存。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就是通信模块，我们是内置了一个蓝牙，那么就是通过蓝牙再上传到我们的终端，然后再由终端去上链。这是 MetaTron 它最核心的一个里面最核心的一些模块吧。那么其实那个我们的开放平台呢，其实是围绕着 MetaTron 来进行的，就是说我们在平台上就是最核心的，首先是一个这样一个开源的一个硬件，对，我们所有的这个接口和这个 APIs SDK 都已经放到平台上了。用户呢其实要做的事情呢，其实就是我们去集成这个 MetaTron 的这个 SDK， 对，让 MetaTron 与我的应用去连接，然后呢就是通过 MetaTron 所采集到的数据再去进行我们后面的一个就是进行我们后面的一个这个应用吧。就是大家其实知道，就是现在我们就是已经在跟一个生态合作伙伴在开发第一款的产品，就是对，就是关于睡眠的。那它其实就是很简单，通过 MetaTron 采集到用户的睡眠时的这个脑电波数据去进行分析，然后告诉用户他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睡眠状况，然后同时给用户一些改进意见，包括后期可能还会有一些正向的一些刺激来改善用户的，就是通过电极再去给用户的脑电波进行一些正反馈，然后来改善用户的睡眠。这就是我们目前在做的第一个，就是基于 MetaTron 的一个应用产品。对，那么除了这个 SDK 之外呢，我们还在这个开放平台上放了很多预制的一些算法。这些算法其实主要目的呢，其实就是帮助用户去我如何去处理这些数据。就当然这个是对于大多数的开发者来说，如果你不是搞脑科学的话，其实是有一定门槛的，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些数据，我这些数据中哪些是有用的，哪些是没用的，我如何去处理噪音，如何把有用的东西通过某种方式去过滤出来得到我想要的东西。对，这个其实对于这个非脑机方面的专家来这个开发者来说其实是有门槛的，所以我们预制了一些这些算法来帮助用户来解决这些问题，包括我们在 SDK 中也集成了一个我们认为目前比较好的一个算法。对，当然用户呢，就是如果你是这方面的专家的话，你也可以不使用我们预设的，就是在那个 GitHub 中提供的这些算法，你可以自己去开发，用或者用自己的模型去把这些算法把这个采集到数据去进行过滤，然后去达到你想要的这个目标。所以整个开发的步骤大概其实就是这样的。第一方面呢，就是你基于我们的这个 MetaTron 的设备，那么所有的就是前提就是你想针对的用户他一定要有我们的 MetaTron 的这个设备。对，当然未来我们可能还会进行一些开放式的去兼容一些市面上的一些这种设备，当然目前还没有比较 popular 的这种商用化的设备，我们希望我们是第一款。第一个你要去集成设备，然后通过 SDK 呢去把用户在这个设备中所
接收到的脑电波数据给存下来，然后你再用算法去处理这些数据，处理到这些数据是你想要的之后，你再根据这些数据去开发你的应用。比如说我想做一个提升孩子注意力方面的，那么可能我的 app 中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游戏，那 OK，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 MetaTron 中采集到的数据中，我们把这个注意力的部分给截取出来，那么你根据这些数据，比如说给孩子注意力去进行打分啊，或者是让孩子用他注意力去做一些事情，包括我们前面也做过一个 demo， 就是说，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注意力去控制一个辆车的行驶，对，这个目前都是可以实现的。对，那当然这个我相信这些游戏开发者的话，他们可以开发更好的产品，就可以用这个注意力去做更多的事情，或者一些更有意思的事情来吸引孩子去锻炼自己的注意力。所以整个开发平台的这个整体架构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在后面也会，第一我们会不断的升级我们的硬件，然后也会根据升级硬件的情况来去不断升级我们的 SDK。 我们从这个就是这个开发平台的网，就是网站开始建设到现在为止，我们 SDK 已经更新了5个版本了。对，然后就因为我们也不断的更新我们 SDK， 发现我们就包括我们在跟那个合作伙伴去合作的时候，其实 SDK 中也是发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我们也在去整理修改这些问题，同时去提升整个设备的性能吧。对，除此之外我们也会把一些我们认为好的算法不断的去放到这个平台中，然后供这些开发者去使用。当然我们欢迎更多的开发者，就当然这个目前还没有大规模的量产了，就是未来量产比它还是要更好看一些的。对，对。然后其实呢，就是我们为什么这样设计呢，就是大家可能也看到过一些这个就是市面上的可能一些就是非侵入式的这个脑机接口的一些设备，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头环的形式。我们做成这种形式呢，其实就是说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诉求去定制你的穿戴设备，你是眼罩也好，头环也好，然后我们提供这样一个东西，你只要嵌上去之后，你根据你的需求去采集你想要的数据。其实因为这个在脑接口里呢，就是大脑的不同位置，比如说前额叶、后枕叶，就是所采到的这个数据其实作用是不太一样的。对，我们不可能通过一个设备来解决所有的问题。对，所以就希望大家也可以去根据自己的需求、自己的想象力去定制各种各样的就是适合用户的设备，那么你只需要把这个东西嵌在上面，你就可以去读数据就好了。对，这个是我们想就把这个东西设计成这样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也希望就是越来越多的用户来参与我们，开发者来参与我们，然后我们有更多的好的应用，更多的这个好的可穿戴设备，有更多的用户来用我们，然后贡献更多的数据。这个其实对于所有的开发者也好，对于脑科学的这个进步也好，对 Web3 来好，我认为都是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Yes, indeed, indeed. Yeah, the gadget, the Metatron that Owen just holds at his hand is reallymeaningful to us, and don't forget it's just a prototype. When it is really come to the commercial stage, it will become more sexy or eye candy in terms of the design, look and feel. But nonetheless, that is already a very important step for us, and it's very important step for you because you see it with your eyes that Owen holds at his hand.Which is Metatron. And Owen just briefly introduced the modules contained in that Metatron, which consists of the data collection, the polar, the data storage, the communications, and the noise reduction, and even the data magnifier to get the message more clear. So all these.Is an evidence that we have the AI plus the neuroscience, which set us apart from others. And don't forget, we as Matrix AI Network are a public chain, and we can have blockchain into that and think about sleep to earn, just like step to earn. And sleep, everyone needs to do that, right? And it can be a source.For your wealth. So this is something that you can imagine. And I think our ecosystem partner is working on that as well. But I'm not sure what stage where they start to implement the cryptocurrency or token models in
their platform. And in the NeuraMATRIX platform, we have SDK APIs that are readily available at our website to be released soon. And very soon, when I say soon, it's very soon, it's within this month or talking about when this video is released. And we also have some pre-trained models for people to work on that a particular knows without a neuroscience background. This is to enable them to work on something meaningful to them. So overall, this is an important step to us and to you. And you can see it with your eyes. We have the chips at our hand and our NeuraMATRIX platform is dancing on its way to meet you. We are very excited about the MetaTron that you are holding at your hand.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leadership and also the hard work from the team. Thanks very much and thanks, MetaTron. Stay tuned. Bye. Bye-bye.